谁跟谁拉车？上次我看小花，我超恶心。小花谁？小花。他们两个人拉。有影片啊，超恶心的。对，我没有了解。了不起啊，真聪明啊。对，我可以等他忘记了，我就去上那个。好 ，OK。不要再谈这些奇怪的话题了。来，那个第二组的同学，我们要进入到那个，这叫做。第二组的圣旨哦。成语上。对对对，解数分裂，我们上礼拜讲到解数分裂，看到第二组。请接手。太怕了。那你上礼拜不见了，因为你上课不见了，他们都很想你啊。还好。哎呦，我刚进去了。我分的呢。啊，你知道吗？求我吗？你要怎么分？求我。哈哈哈。来，你有双份练习吗？什么？为什么？七支舞节，那108了哦。那个物理作业这一半交吗，同学？还缺的，是你说？就是那个弹性简学那种部分有点怎么样？就是像之前让我们推导那个圆周运动的时候，有一个学习单，然后我们要知道怎么推导，然后现在简学运动我们知道到底。啊，简单呢就只有回答它的 x 方向的 x、v 跟 a 都是 x 方向的。我需要写一些什么？不要在那个作业讲句里面，就是写分量的，写出算出它的 x 方向的分量，还有 a 就是对对对 ，v a 跟 x， 对 ，x 是位移嘛，就是水平方向，就是回答那三个问题。对，就是讲出它怎么算的。对。就是基本上是从解决从圆周运动等处理圆周运动转换成解决运动部分。好。不是你 OK anyway 你有任何的问题，我觉得自己很好，就是他这几个礼拜的礼拜四都会到这里来解决，有问题吗？都问。啊，本来是说大家都要来，没有写作业的人都要来，还是就是有人没有来。我在开会。礼拜我说礼拜五、礼拜四。下午。中午。对，礼拜一。我来啊。礼拜四是个人小组开会。啊，礼拜一呢？礼拜一出去。我就说我都没空啊。那我说如果不行的话，有七八堂课啊。啊？七八堂课体训呢？啊，礼拜四的七八堂课呢？礼拜四的七八堂课戏剧课啊。那就还有那个，没有，重点是回家嘛，对不对？回家的时间啊，有没有谁在做什么？有没有谁在？你也可以 Facebook 上问我啊。看我的脸就是问题，好吧？另外我也讲了，假如你们时间都不能配合，你要跟我约时间。好，如果真的必要，礼拜五或礼拜二或礼拜三的时间一定要上来，我都可以上来，好不好？重点是你有没有想要去把这搞清楚？重点是你，好不好？有问题。OK， 我觉得坐在他旁边应该可以让我们都学得比较快。减数分裂，来第二组的，我们来重分组吧。我们这一张先减数完，要重分组再讨论一下。然后是有差的，你说两分分裂两次，然后。对，然后它分裂一定是分裂出那个双倍体细胞，就是它一定是分裂出双倍体细胞。首先，分裂出三倍体细胞。那个双倍和单倍体细胞是个环境。我是觉得。你说它不？它不是一个东西。它不是，它真的生出来一定是双数的意思。你刚刚是说减数分裂是一个现象。你可以先翻到七之四，然后看一下三倍体和双倍体是什么。哦耶，好害怕。不小心暴露，然后你已经开始在拖慢大家时间了。
那这边就讲说哦，解除分裂只发生在双倍体细胞。那什么叫双倍体？来，那个轩宇提一下什么叫双倍体。不知道。龙轩什么叫双倍体？也不知道。子红，子红什么叫双倍体？还是不知道。知道吗？思义哦，那么好，不是又不明思义。双倍两倍，双倍两倍，双倍是什么？对，两倍的什么东西？两倍的染色体啊，它的细胞里面它的染色体都是成对的，啊，它染色体上染色体都是成对出现的，啊，这叫做双倍体染色，双倍体细胞。就说你们应该知道，就说你们应该知道，双倍的时候它转化成一个双倍体细胞。没有，双倍体细胞它还是双倍体，它一直都是双倍体。啊，就它的细胞里面，它的身体的任何一个细胞的，不是任何一个细胞，它除了配子，除了精子跟卵子之外，它所有的细胞都是双倍体，就是它的染色体都是两，都是双方成对，啊，双方成对存在的。好 ，OK， 你要讲什么？不好意思，我刚才没有时间。姐姐，快点。转完了。可以说明你的细胞是双倍的，它变成四倍。一开始会有一个过程是四倍体，有一个过程啊，它复制完都是四倍体，然后经过什么？经过细胞分裂，就回到双倍体。所以它应该就是大体小形态，这样子一个双倍体。对，就是它的一个性状是有两个，基本上是有两个染色体，两个基因才呈现出来的结果。啊，那我们在下一章讲到 DNA 的时候，就会讲到那个基因的作用是什么哈。那我还说到你干嘛来的？都是战友啊，都战友。他不是有很多格吗？第二格的第一格，就是排列在赤道板上那个，是那个就是。年会的图比较，我觉得比较像，应该是看79图吧。啊，79图在做那个四分体的时候，他那个整个交叉，那个过程比较像年会哈，他整个连在一起哈。上次我呢，加油，姐姐，你上次请假都不告诉我的。你是个脸啊，逼机脸。好了，忙完就吃下。然后血素分裂通常就是发生在那个受精，就是你要那个叫什么生殖。配子。房的配子。是精子分裂，那个前一个叫细胞分裂，对不对？对，前一个叫有丝分裂嘛，细胞分裂。对，有丝分裂就只是那样发生在体细胞修复或者是。就细胞复制的时候。对，细胞复制。然后解析分裂可以使就是基因重复。啊。所以你的后代才会有，更有差异。耶、yeah, ！有没有问题？好，有问题，到这边有没有问题要问的？同学，如果我刚问你问题答不上来，表示你应该会有很多问题要问你才对哈、哦。你要想办法把你问题问出来，才学得到东西哦。如果你不问问题的话，你事实上要学就有困难哈、哦。你看的书一定脑袋会有一些想法，有些问题不了解。就把你问出来。对，赶快问子龙哈。子龙有问题。嗯。之前问题。所以，从那个七至八的图那边。是。在那个第一次减数分裂，第一次分裂的那个最下面那个，就是第四格。哎。那个它的两个细胞格里面都有四种染色体。哦，对。然后它到下面的时候就剩下两种。那中和了？不是，你说四种染色体在哪一个地方？四种染色体。那个就是第四组吗？第四组它染色体双开的地方。对对对对。
然后这东西它左右两个细胞，它从第三图细胞分裂成两个细胞，对不对？对。左右两个细胞，单独就一个细胞来讲，它有四个染色体嘛。可是这张画图画错。它不是画错，它这边是用两对染色体来做区别。哦，一个就是深蓝，一个浅蓝，这是一个。对，它用一个浅绿，一个叫深绿。对对对，它是两个染色体，它用两组染色体来做区别。一个染色体，一个细胞里面也有两对染色体，然后两对。另外一个是绿色。不是，它有四种染色体。跟它前后分裂，四个颜色是一个是一对一对的，可是它这边是全身蓝，啊？它那浅蓝就消失了，啊？对啊，它减数分裂啊，可是啊浅蓝和深蓝是同一种啊，啊减数分裂是它两个里面只取一个，哦，它这边还没减数分裂，有啊，它下面写第二次减数分裂啊，而且力还写错，对啊，它打错字，写 bug， 嗯，对啊，它只是。一个深蓝浅蓝，它只能选一个嘛，因为它减数分裂了。它的下面就是取一个深蓝，然后另外一边是取浅蓝嘛。你可以 OK 啊，来，基本上这个只是画错的啊，对啊，画错。你可以看到是在上面的第三组的分裂的时候呢，左边是深蓝跟浅绿，对不对？对啊。所以它左边的那个一啊，一那张图应该是只有深蓝跟浅绿，但是它的染色体是分开松开的，这样才对嘛。不是，它没有画错了。它那个不是分裂，第四格又不是分裂。第四格是分裂结果啊。不是，第三格是分裂结果。下面那张图才是分裂结果。啊，对啊。上面是分裂过程。没有啦，它是。它是先松开才能分裂嘛？它先分裂完才能松开啦。不是吧？你在这里要先集中，它才能够分裂啊！你集中分裂才可以切断啊。我那天不讲了，你如果松开，你如果松开的情况之下，你在分裂的时候不小心就把那个染色体给切断。啊，所以你必须先集中啊，染色体必须先浓缩，它才可以做分裂的动作，它分裂才会切断它染色体。分裂完之后，它再松开。所以在第上面那一大半的图的第四个图，它那两张图的颜色是画错的，它应该是要对齐第二次减数分裂的第一个图，那懂意思吗？懂意思吗？所以它不能解释成，因为深蓝跟浅蓝是。对对对对，它就是它左边那张图，它是深蓝色两条跟浅绿色两条，右边那张图它是浅蓝色跟深绿色两条各两条，这样的意思，但是松开了，啊、哦，才会进到第二次分裂的那个细胞，再次浓缩嘛，那个 DNA 那个染色体再次浓缩，浓缩成粗粗胖胖的这样子，然后才做分裂，啊、哦，再做第二次的分裂，张梦迪。所以它的互换是在哪一个？互换是在前面的地方，在那个四倍体的时候，四分体的时候，不是四分体它连会的时候才会做基因互换嘛。你可以看一下第七至九页哈，七至九页在七至九图啊，七至九图那四分体它交集在一起的时候呢，这时候染色体跟染色体之间会有互换的情况，就是互换对。对，就是连会在一起，它可能染色体两对，这一对染色体跟这一对染色体靠在一起，偷偷换掉。对，它中间有一段可能卡在一起都换掉了哈，卡在一起都换掉。是先复制。哎，先复制，然后再做连会，然后再做那个互换的过程。OK， 那互换就是所谓的基因重组嘛，我们就所谓的基因重组现象哈。好，这个问题。其实这段我觉得讲得还蛮清楚，课本讲得蛮清楚的啊。好，然后111页这边有没有问题？我看看。你看看，现在才看就来不及了，好不好？现在拜托要预习。我都看过，看过了。记啊。那你们画重点。没有。为什么画重点？忘记。啊，下次一定要记得，在看书的时候，我自己看书我也画重点。我自己看书我也画重点啊，自己在看的时候你要拿出笔。你画一条线没有关系哦，不要涂得满整本书都是。那如果你要写很多东西的话，就拿个 N 字的那个纸写一下再贴上去，好不好？那如果你只画一下线圈起来，那都没有关系哈。是你说？他在那个什么100，就是第四八组吧？哎，他在这个 A， 小 A， 特别小 A， 他是复制完后会长。就是复制完这样，他都讲的是复制完。复制前是有个深蓝、浅蓝，然后深绿、浅绿都是有一条。
还是说是，基本上在复制前啊、哦，复制前它应该也是像，你可以看是像那个第二次解除分裂的第一图一样啊、哦，就是基本上就是一对一对的。第二次解除。那它这个深蓝跟浅蓝哦，它只在强调说是复制前跟复制后的，它并没有说它里面这两条蓝色应该同样的蓝色，哦，懂意思吗？懂。那个这个所以深蓝跟浅蓝是同的，不同的蓝色。我刚不是讲它是复制出来的东西啊，它刚刚是有提到没有说它是复制出来的，它只是跟你，它只是用这个意思来表示说它是复制出来的，啊，但是你用不同颜色可能会给误解说它是不同的蓝色体，实际上它是同一个蓝色体。它前面的功能其实我怎么同一个互换会有这个？因为你可能这边带的是大 A 的染色体，我这边带的是小 A 的染色体。那我这一条染色体可能是大 A、大 B、小 C、大 D、大 E。那我这边可能是大 A、小 A、小 B。你可能是不同排列，然后一交换之后呢，我这排列不一样吗？交换。我写一下啊，哦，因为我这根染色体跟这根染色体。他们这边可能是大 A、大 B、小 C、小 C 上不管啊，小 C、小 D、小 E、大 F、小 H， 好，这是我染色体，对不对？我这边染色体可能是小 A、小 B， 大一样大 C， 然后大 D， 然后小 E、大 F， 然后我就写什么 H 这样。H， 啊，这是大 H。好了，那我在假设跟另外一条，你这样复制出来的染色体会跟排列是一模一样的，大 B、大 A、大 B、小 C、大 E、D、F、H， 那这边是 A、B、C、D、E、F、H， 对不对？对。那我分裂完还是个结果，我在解除分裂完，我只会得到这个结果，或是这个结果。对不对？对啊。可是我如果交叉呢？我如果从那边一敲交叉呢？我就得到新的染色体，我就得到什么结果？大 A、大 B、C， 我说这一条哈，都放到这边来。E、F、H， 这条染色体之前有出现过？没有。就跟新的染色体，新的排列组合，懂意思吗？这是交换的过程呢，我这边有做一个交换了，所以我得到一个新的染色体的排列组合。好，那同样这边。以这边来看的话，我就得到什么？以这边来看的话，就得到一个小 A、小 B、大 C， 然后画到这边，对不对？小 D、E、大 F、小 H， 这个染色体排列之前有出现过？没有出现过，对不对？这是新的，所以一个交换，一个联位交换之后，基因互换之后，我就得到两组新的染色体，懂意思吗？那我再产生配置。这段分出去变成一个配置的时候，它跟就是跟另外一边的染色体得到互换的话，它增加基因的那个变异性哈、哦，是增加了。OK， 这是互换的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哦。哦，哎对，哎，那我们只是后面几家，那他们拿染相同的相同的染色体，然后他们把部分对调过来就是。对对对，他只是部分对调嘛。对。相同染色体。同样变化复位层嘛。但是你知道吗？事实上，在基因互换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问题啊。对。假如换错位置，这基因突变了，啊，就算突变了哈，就算突变的一种。就算。解除分裂的危险性。对，解除分裂的危险性。啊，对，有问题就这个。你说。他在解除分裂的时候，如果出现问题的话，那我们会就是讲到会变得更。不一定会变得更好。比如说眼睛发光。不一定。有可能会变得更好，眼睛发光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假如你生出个小孩，他眼睛会发光，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很高一点。看状况啊。看状况啊。说很多，他说看量是不是身体状况影响？我看是变发光。就发光了嘛？现在跟你讲，我现在就讲说，他现在这个生出小孩，他眼睛会发光。比如说很多面，这是他的身体方面，身体方面，他的人员方面，人员是人机交，但他有的不知道会不会有影响。我不知道哈，就不知道，就是说是好事是坏事，有时候是要一个综合的结果哈。老师，你说。那如果他就多了一个少了一个的话，会不会有可能就这样子因为搞错就死掉？
实际上大部分的情况都是死掉的，因为它不正常，它在发育的时候身体上都会筛检，我们身体都有筛检的机制，所以当这个细胞它只要不正常的话，大部分都会被筛检掉。好，所以真正的实际上这种几率很高，你看女生的卵子产生的几率很小，因为一个月才一颗卵子，对不对？但是精子很多啊，精子几万颗，每次一分钟可能几万颗、几万颗在跑。但是男生是一直不断的制造精子的，那你在精子复制的过程上，你看每次复制都要经过这些过程，你不觉得它很容易突破吗？而且一个人身体有23对染色体，23对染色体一次出错都很容易嘛，对不对？你要说每次，而且每个基因里面都是几，每一个染色体上面都几万个基因呢，你中间一个交换错误有不可能。我这种机会太高了。那是跟电脑一样啊。对啊。啊，电脑也不容易出错啊。啊，电脑也是一次处理好几万、好几万元资讯的。不太一样，不太一样。哪里不一样？因为是电脑的处理系统只有2个。对啊，电脑的处理系统很简单，它就是。它一个就是成功。没有，我跟你讲，蛋白质的东西没有像电脑那么容易，因为那个太复杂了。实际上，如果我们真的有办法破解 DNA 的复制哈，所以就有那种，我就能破解 DNA 复制，我可以做出生物电脑的话，那真的了不起。超人。这个机密，这个面积是非常机密问题，很难。好。呸。所以说，那个镜头不要拿一个镜头看出来，这时候很多老板。那你刚刚在讲什么？一批精子出现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两只精子，它的基因是错的。后面在筛选的时候，它就被筛选掉了。就是说，这个基因在跑的筛流，它那个基因的配的，就是它这个，就是当它的配子在跟异性的配子结合之后，就是它就会那种问题就是把它给拉掉。不是，也不见得这样，它可能是基因就比较差。不知道可能就流产的，对，有可能是流产啊。所以他如果真的怀孕出来的时候，如果他真的受精了，那他的还是有些基因上差异，大部分的时候都会被身体自然的筛选掉，就可能流产。是说他从流到变完之后都流产的话，对，通常就变成流产这样。通常因为要往这边筛掉，或者是流产。对，这样啊。OK， 好，有问题。接下来呢？所以没问题的，大家都没问题。没问题。所以基本上，其实检出跟内容都知道哈，它只能在有性生殖的部分形成，而且只有在有性生殖才形成检出跟内容。无性生殖的部分。啊？它被检出半部分。因为他有性生殖，他是得到父代跟父亲跟母亲的各一半的基因才回来原来的基因的数量。假如你没有经过检出分裂，你的子代的基因会是原来父代的基因的2倍啊。那会复变怎么样吗？你基因数越来越多啊，所以你基本上有解到基因数越来越多的话，事实上不见得怎么样。他只讲会复合不了，就是对，就是他只是怎样的复合不了，就是复合不了就是你的细胞没有复合的那个。那是吗？就是能量不够啊，同一种能量不够啊，那只要多吃东西会打折，也许是这样的，同一种染色体要是有2对以上，会怎么样？目前的记录上应该是没有这种情形啊，没有看到，人这不能人为，应该没人做过这个实验，没有听过啊，你可以试试看啊，我怎么试啊？你以后读生物系或者读医学系，你要能做实验啊。那个叫佩如做实验，然后现在读遗传生物学啊，你可以请他帮你做这个实验啊，你可以把问题提供给他，这是一个我们对一个知识的好奇嘛，我觉得这个东西很有趣，我不知道一个生物体里面如果像有原来母系就是父代细胞2倍的 DNA 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没有人知道，目前没看到文献的记载，你可以把这个问题提供给。科学家会提供给可以做这方面研究的人去做这方面研究来给你证实啊，我觉得这很合理啊。好，那或者是你自己本身有兴趣可以做这方面的研究。对啊，好久不见了，为什么少了？对。好。OK， 有问题？有。啊，没有问题。好。就我这边我没什么问题。啊。检出分裂的危险性，业主去发奖嘛？所以有客户。哎，我你说。像它在复制的时候可以重组，那
为什么它细胞就是在正常的是分裂的时候，它没有这样做？好问题，好问题，对啊。刚才听到，其实基本上在一般的细胞分裂的时候，它为什么没有这么做？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但是就是它没有看到那种所说的就是这个联会的情形，没有很大，就这是观察出来的结果，这是目前科学观察的结果。啊，那也得到这样的证实，说它确实在这种解除分裂过程后，也会跟那个基因互换型的过程。但是它会加一个东西进去才会。什么？就是它应该有被加一个东西进去，然后促使它发生。应该不，我不清楚是不是什么样的一个诱发作用，这可能是在它细胞 DNA， 因为我们 DNA 也是由 DNA 本来构成的复制过程。啊，那我们就像我们的体细胞，你如果这边在复制过程它产生了所谓的联会情形的话，你的复制出来细胞不是颜色会改变，性状会改变吗？就这种事情一定是会发生的啊，因为它要做繁殖的时候，它可能就它有个记忆，对，然后它在要繁殖要做颜色分裂的时候，它会把那个记忆删去，或者是只存一半。然后就会变成它之后产生就会变成新的。我不知道，那在讲这联会的过程，为什么在有丝分裂不做联会，在组织分裂做联会？啊，就他可能觉得他还没有和别人结合，他还是自己。没有啊，解除分裂是自己啊。解除分裂没有跟别人结合啊。没有，解除分裂没有结合，这都在分裂，这不叫结合。我知道。有丝分裂也是分裂，解除分裂也是分裂。那就我们前面学有丝分裂的时候，我们没有谈到联会的情形嘛？但在解除分裂有联会。关于你的问题说，为什么在解除分裂有联会？啊，老实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事实上，我只能说这是我们现在目前观察结果。它什么样的情况诱发它联会？那可能在 DNA 里面它会控制说，我比如在我们讲过了嘛，比如我这个细胞在分裂的时候，它为什么分裂成心脏，会分裂成骨髓？它可能在分裂的时候，它是受到的刺激不一样，所以某一段的 DNA 被激发了，又使它开始做一些程序。啊，那这程序长出来，那这细胞就被策划了。同样道理，在这个精子细胞它在继续产生的过程当中，它也被诱发了某些程序在跑。但是程序里有个东西叫联会，就会促使它细胞里面会做联会的东西。所以它在第一次分裂的时候都跟那个有丝分裂，有丝分裂相同的，类似在复制过程中相同。那分裂第一次复制完，第一次复制完之后，再减出分裂，它做联会的动作。那有丝分裂是直接拉开了，它不做联会。可是我记得我有看过一个是写说什么？一个是同源分离，然后一个是就是联会，有丝分裂的时候，它在第一次分离，它就分离一次嘛。对，可是它的分离会变成那个深蓝、浅蓝，然后深绿、深蓝绿这样子，两个是这样子拉开的。再讲一遍，就是。你现在它的布置完了，所以你有两个深蓝，两个浅蓝，然后两个深绿，两个浅绿，然后在那个减度分裂的时候，你是两个深蓝跟两个浅绿分在相同，分在相同边，可是我记得在投资分裂的时候，会是一个深蓝，然后跟一个。然后再一个浅绿的一个深绿分在相同一边，没有吧？没有吗？有这说法吗？在我们之前看他看到有什么？他没有这样说法，他只有就是布置完之后，他就把它拉开了，他一对一对布置完就把它拉开了。他不是从波斯点断开吗？波斯点断开。断开啊，但是他没有交换啊。因为它交换很危险的嘛，我不是说交换。你看喽、哦，假设这一段是我们原来的染色体，对不对？对。原来的，就是我们在课本上讲这是深蓝的部分嘛。嗯。我们复制的叫浅蓝。对。你如果从着丝点，假设这边有个着丝点，对不对？
跟有着力点上，有那个着力点，然后我这一段跟这一段放在一起，我还好，我还是原来的染色体，对不对？可是如果这一段跟这一段放在一起呢，就跟原来染色体不一样，就爆炸了，对，就不一样。所以通常不是这样的，它复制完之后，它还是一样，就是它复制完，这染色体，对，我复制出来的时候可能是我们一开始是这样子，对不对？复制出来，它也连在一起。它这断开是从这边断开，它是断开是断成原来的一组，从原来这边新的一组还是从原来这里是分开的，是分开的，所以它才维持说这是我的同一对的同一染色体跟大 A 小 A， 对不对？我对大 A 小 A， 我才维持我新的大 A 小 A， 旧的大 A 小 A， 新的大 A 小 A， 全部维持这样。否则假设你有中间交换的话，它不小心变成大 A 大 A 跟小 A 小 A 啊，哦，所以它不会这样的复制嘛。哎，这还不至于发光啊，这只是显性跟隐性的结果而已啊。对。那隐性基因也是会发光。啊 ，OK， 那就会发光。啊。而且会变成什么样的啊？因为它是在细胞分裂嘛，所以你会变成眼睛里面有些细胞在发光，有些细胞不发光。不是啊，你看，我们就说大多数会发光的时候。对啊，但是这是一个，这是一组啊。你看它本来就是，本来就是深红跟浅红是一组的。啊，着色点是说，它只是这是同源染色体啊，它复制出来之后呢，它还是会分开成两组啊。我们现在把它放在一起，但是它实际上它在后面还是一组，有没有？一组会分到一个同细胞去啊，你懂意思？假如你深红是大 A 的话，浅红是小 A 的话，它复制完之后，它就分开成大 A 小 A， 它不会复制，不会去做交换。好 ，OK。好，要不 demo。发过。不要再发过。一直在打屁啊。好，所以显示分裂的危险性是什么？有时候会发过。就是。好啊，它分裂的就是怕它数量不够，或者是。啊，它可能在剪的时候分的时候会分错了哈，会分错。上次我们讲过嘛，就有可能分到 XY， 啊，如果分到 XY 的话，它是男生嘛，那分到 XXY， 它到底是男生还是女生？都有。啊，就不知道哈，就有可能都有。会哪一点？对对对，啊，其实在这个解除分裂的情况之下哈，我就是对演化的过程，解除分裂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那这个过程到底怎么形成的？目前好像还没有解，我还没有解，不知道为什么。那我们可以分出23对染色体，它分别代表什么功能？有啊有啊，现在已经可以做排序啊。哦，所以你知道哪一种是哪？没有完全很清楚哪一种是哪一种，但是慢慢可以在研究，现在已经很清楚。比如像我们知道说，有些基因的缺陷可能容易导致什么？有些基因是什么样的状况，容易有可能要什么样的一个现象？现在目前来讲，慢慢比较清楚了。啊，比如像我们知道说，像有些玉米为什么要做基因改造？方便种吗？什么？比较好面种，比较好种。为什么比较好种？适应力强啊。一个可能是耐干旱，适应力强，就是说它某个基因它决定了这个玉米它耐干旱。嗯。那有些基因可能决定了这个玉米它不太容易被虫吃。啊，那我把这基因都组合在同一个细胞上面的时候，那这种出来的玉米就又耐干旱，又不怕虫吃，就长得特别多啊。嗯，对了，不会有问题啊。那我们肯定会。人现在就是你不喜欢，大家都可能觉得说，那你用人，那你会做出一个交易价来？对啊。有可能是闹的问题吗？不知道，什么闹的？我今天就闹的问题。什么样的闹的问题？就是说正常，超级赛亚人，就是他们在买到玉米的胚胎的时候，他们是直接把玉米的受孕卵子做改造，然后配子做改造，配子啊，配子改造。你说什么已经发疯？我说可能知道，他到底可能是从父母角度好像觉得很活得下，为什么你们觉得活得下来？我没有啊，如果那些科学家做的小孩，他们今天是谁的小孩？他跟父母亲都没有关系啊。可是他明明说他某两个，那科学家给他自己的基因啊，
他干嘛要拿别的记？对不对？所以这东西我知道是什么样道德问题啊，但是现在基本上我们反对人体上的基因做修改，但是也没有啊。像你看很多医疗在做基因的疗法，有啊，有啊。像有些疾病它就是遗传性疾病，哦，它就会做基因疗法。那、啊、你不做基因疗法，你没办法改变它基因的时候，它这个疾病就存在了。啊，实际上这样就已经。已经动了基因了，我会给他基因改造。但是目前来讲，没有说我把这些啊，这个长得高、长得帅、长得聪明啊，把这基因抽来，你就产出一个超级帅的，没有人这样做。那要花钱才产生一个超级帅。那那也对啊，不知道啊，这东西可能它有一些我们道德上或者是理性上的一个思考，你跟他做这个超级帅，目的是什么？好玩的，帮助全人类进步，因为也就是繁荣出是吗？你确定那对方是全男性吗？苏联之类的，不把他们，他不是他们是整个压他吃了最。对啊，说明他就会变独裁啊。他把他把其他他太聪明了、啊。那就压制越来越多这样的人，然后或者是越多就对吧、啊？越来越多，然后就那些把那些次那些就会变成一个优等跟次等人。没有啊，然后次等人就没有就不会有次等人啊，他就被淘汰了、啊，这个是。但是总会灭绝，总是会有个过程。你这个新种人被创造出来了，那这些旧的是老的，对不对？他就被压迫，他一定会被压迫起来。啊，那你，所以大家都愿意牺牲的、啊，这个意思是我们大家都愿意牺牲，为了培养出赛亚人。那是。我觉得这样的，这样的新，这样的新，这样的新时代，我觉得我们应该同意，应该 OK。这样的新时代有什么好玩的？我要卖发光的屁股。假设你先创造一种新的赛亚人，他非常聪明，非常厉害。像这样的世界，这样的世代，每个都是一模一样的。像这样的。跟一模一样的。没有啊，他们都很聪明，他们还是会有不一样的。没有说你以后就变成像模组一样，你要会飞，就要先去买，然后打了那个药剂之后就有翅膀。有没有？没有，超爆的。但是要钱，这种就不对，不能有钱，不能。有可能啊，不知道啊，这东西就是你今天如果说你今天想要，譬如像刚那个轩宇讲的很好，那个我们决定要结婚之前要生小孩，我们在考虑，哎，我想让我们孩子跑得快，然后就去跟医生讲，我希望我孩子跑得快，然后这个吃下去，你生出来小孩就跑得快，这个吃下去，对，你还就会飞，对啊，那你就会变成一个更大的那种就是整个社会的。社会上的差距啊，阶层上的差距，然后很简单了，社会上不是目的就是生小孩，没有啊，但是很多时候是靠下一代来做一个改变啊，是这样的，你看现在说的富二代，或者是官二代，或者是什么这些东西，就是一种已经有点像世袭的概念了，你慢慢跟他继承他自身的优势，遗传主义，或者遗传，或者是那遗传有时候是家族背景。有的是基因上遗传，那实际上都会转给小孩。这是资产主义这样的先宣告的话语。其实不见得资产主义啊，你看哦，共产主义也是很多官二代。那是因为没有把现在的共产主义没有把那个共产主义的理念发挥到。对对，但是你要想，共产主义是个非常理想性的东西。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理想性的东西。但是人类有没有办法到那个理想境界？可以。我们当初在努力，富二代可以。有啊，当初睡着了，还可以。哎，主席。不是。上位了。那个赵总。拿枪派彪彪。没有趴下。我已经把路标了。好，那个，所以基本上我们对这个生物的研究哈，我们希望说，假设你现在想更好的。更好的下一代，我们都希望啊，不要生病嘛，啊，不要容易受伤嘛，啊，可能就是受伤就是可能比如他可能骨头很强硬啊，对不对？他的抵抗力很强啊，不论是越活越久，有可能会越活越久啊。所以现在其实人类听说有阵子网上看一个新闻，他说找到了那个老化的基因，如果你可以改变老化基因的话，你就可以活得更久。那个东西已经发现很久了。对啊，一有小学就停课了。我这有，就是但是还没有人去做这处理啊。我记得希望他好像他在基因解决细胞啊，我记得希望他基因解决，然后没到他就有重叠。就不要你每次都讲记得，记得那不要。希望他居然他直接没，他
器官会进到自己的点里，如果这样的话，那酵母菌为什么？酵母菌目前没有死掉的、啊。你酵母菌只要充分的养分给它，酵母菌基本上不会死的。我说，可它有的细胞，它进到自己的点里的时候，它选择到那种离子高端啊，它。那我问你啊，一个细胞分裂成两个，哪个是爸爸，哪个是妈妈，哪个年纪比较大？原本没有，这两个都是原本分出来的，一个细胞我就带有原本基因的那个，两个都带原本基因啊。对，你说他们会因为现在复制出来的，这是第一细胞基因吗？我们不是才刚上完吗？他不是说从这个铲除另外一个，他是这个变成两个，这个再变成两个。啊、这个，那、啊、再变成两个。你在变成两个之后，到底哪个是爸爸，哪个是妈妈？我是帮你切一半，不是你去产出另外一个。你讲是出芽生殖啊？出芽有啊，酵母菌有些做出芽生殖，那你它就是父代跟子代。可是如果是细胞分裂的时候，你怎么知道谁是父代跟子代？不知道啊，不知道。所以基本上细菌不会死啊。细菌怎么会死哎、欸？细菌，你除非说在它的养分，对，它如果饿死，对，细菌不会老死哦，它不会累死。累死。看到的，你可以说是因为养分不够，看到的那个是说，在我是一种就是我们细胞有一对属于染色体，它有一节东西慢慢就变少，然后到没有的时候，那你就死了。OK， 这都是说法，我目前没看到这说法。那你如果看到，我可以拿出来讨论一下，因为我没看到这说法。但是很特别是目前的科学家的研究，人体细胞就是这样的。我人体细胞，譬如体细胞、皮肤细胞，我分裂一次，分裂第二次，分裂第三次，分裂，基本上分裂大概是二十几次之后，它就会老化死掉。什么？它就会老化死掉。这么没用。啊，它就不会再分裂了，它就停止分裂了。所以目前我们还没找到那个真正机制怎么去预防这个事情。因为细菌的细胞，你分裂100次、1000次、10000次，它都在分裂，它就是不会死掉。为什么？可是人体的细胞，它分裂，也许像刚冠云讲的，某个 DNA， 它就不会复制，所以每次分一次它就少一个，分一次就少一个，分一次少一个，少到一定程度，它就不会再分裂了，对不对？有可能这样的。但现在是可以有病毒，或者是说会有一些气体，或者有些什么因素，然后被影响，用外在的力量去影响它的细胞，或者是 DNA， 或者是有啊，现在不是大家都在做这方面研究，程序那就变毒了，就投一种药，然后散播在整个国家，然后他们可能就。大家的那个就被现在最简单就变成可能活到十岁就死了。我现在最简单是辐射啊，我投个原子弹，那个这个高能量的放射性打出去，所以被打到的基因都突变了。它、啊、会，哦，就是首先原子弹在的地方就应该没什么重组啊。不一定哦，不一定。广岛原子弹打完之后，原子弹杀伤力没有很大，是那个就是它的那个。爆炸没有很大，谁跟你说没有很大？还是很大，好不好？啊，瞬间它可能是那一范围，瞬间30万人死掉，就不见了。可是核能是，那是100倍的。基本上像现在我们讲说核灾食品到底可不可以吃，这件事情有争议。为什么有争议？你去检这个食物，你可能检测不到放射性的哦，放射性检测不到，因为它放射性要衰减哦，那就死掉了。但是呢，这个植物是从父母亲的种子长下来的。这个父母亲，他的这个植物的父母亲，在父母亲，他可能在基，他的基因已经被打乱了，他可能已经带了一些奇怪的基因在里面，你不知道，他复制了2、3代出来的植物或出来的食物，哦，已经检测不到放射性，可是它是安全的。我不知道，目前来讲不知道。基因跑到我们的胃里面，不会被消化掉之类的吧？不一定啊，像你在吃用它的那个肉类的食物的时候，它的蛋白质就变成蛋白质啊。哦，不是吗？哦，是啊。对，它重组并不是全部打散成一个原子哦，它打散成某一块 DNA， 某一块蛋白质，这块蛋白质你可以用就拿去用哦。它并不是全部打断完了，并不打成像原子一样，它还是保留某些分子结构，这分子结构组合到你身体去。你讲的有心吗？事实上就是这个过程啊，所以说我们到底这个核灾食品到底可不可以吃？
事实上现在有些争议要去研究清楚它到底安全性有多高，事实上需要更多的时间去证明它。所以说到底安不安全我不知道。不是只有检查放射性元素，不是只有检查放射性还在不在，你要检查放射性还在不在，事实上很多人都已经 OK 了，已经没有问题了。但是以前的在基因里面的东西是没办法控制的。对，基改是一样，像现在基改食品，很多人说啊，其实我就改两个基因，我让它防虫，我让它抗旱。可是实际上你真正的影响是什么？不知道。我让它香一点。有可能啊，有人这样说。好吃。哎，可是那影响会不会是好几代以后的事情？所以像说的你不是都是，那是教会出来的。对，那个。那不一样，那是我们听忍者的方式。那我们直接那个忍者做个伞。因为简单来讲。这条 DNA， 这条 DNA， 我们用人工的方法把这一块切断补一个进去。你认为你补进去，完全就是你想象中只有补到那个所谓抗虫害或者是抗感染的部分。对，这个人都摸索不清楚。对啊，我不知道啊，那细节太多了。然后它就会发光了。对对对对。好。产生麻油鸡。那个鸡就直接产生麻油了。对啊。直接把那鸡拿去煮，就变麻油鸡，对不对？带上山的时候，带一锅上面。